红柳河进入新疆境内啊，兰新县经行哈密与吐鲁番境内的戈壁滩，这里是中国风力极强的地区之一。可以想象，当年这条线的工程条件是非常差的。以兰新铁路及兰新高铁为核心的东江区域铁路是新疆进出内地的主要通道，但他们呀也只是解决了这个问题。至于新疆内部的铁路交通呢，还需要其他铁路来负责。那贯穿南北疆的铁路大动脉南疆铁路就是最重要的主干线。南疆铁路在兰新铁路修建后约20年才开始修建，而从一开始就变成了一场长期战。北疆因当时局势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大规模的铁路建设反而较南疆要晚。这里的铁路主线为兰新县西延线，也就是乌鲁木齐到阿拉山口段。乌阿段由首府出发，沿天山山脉北路的北疆绿洲草原西行，至马伊勒山与阿拉套山之间的阿拉山口峰区。它在南疆铁路吐蕃一线通车后的次年，1985年啊，才正式动工修建，于5年后正式全线通车。这条铁路是打开整个中亚世界大门的重要通道。兰新县乌阿段呢，贯通了东起中国连云港、西至荷兰鹿特丹的第二座亚欧大陆桥，使新疆由封闭的内陆地区转变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桥头堡。而该县也将乌鲁木齐到昌吉、到石河子、到奎屯、到阿拉山口等北疆重镇连接在了一起，大大促进了我国西部地区的对外交流。大美新疆铁路绝不能缺席，无论是高山、水系、沙漠、风区，都阻挡不了铁路巨龙在西域大地的延伸。随着高科技现代化高铁技术的加持呢，将进一步带动新疆的国际交流和经济发展，让我们拭目以待。